这经常过生日的朋友们都知道啊，生日当天抽卡往往运气会好。这我生日又赶上了李月开成语谷，今天就主打一个抽卡价，用抽到的角色探索成语谷。哎，不过之前这个确实说要咱蛮命一斗的，可限于他三段跳啊，对吧？一斗，你看是你也抽吧，这么好玩。行了，这人家的号码慢慢还得还过去，我要自己抽了。这大过生日的，这米哈游就别耗我了呗，能不能让我也体验一下这不见卡池也能？啊！你来真的！我好低，你别给我整大起落落落落落啊！我是要咸鱼的，我不要低卢克啊什么的。怕伊利夫人，我有点怕。啊，伊利夫人，我真有点怕。怎么，第一次看见本仙这般姿态，认不出来了？不怕了。哇，这怎么还有雨衣啊？想去哪里？这不应该是初次见面雨衣啊？对，这是初次见面对吧？这个细节做得好啊！抽卡只要抽到新角色，是不是就有语音了？那一会儿小草城是不是也要听一下？好，好，好，米哈游干得漂亮！先探索成语谷，玩到高兴之时再抽草城。御风，哇，太有意思了！确实好玩啊，虽然没有练度，但是十分灵活，根本死不了。在这山里还这么灵活，让我想起了山里。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一招不慎。他们都完了，李远仙人队是要弄死这个丢石头的。小四，不是，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人站着你得游泳啊？肖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说到肖啊，仙云有一个和肖很像的机制，摔不死。肖是下路攻击不会摔死，仙云是怎么都不会。你看，一招不慎，不对吧？不是，我那会儿刚看了一眼，就这么写的呀。哦，是要先开技能才不摔死，开了，然后啊，你看没事，啊，那是好玩的呀，兄弟们，开完技能肚子空着，这次不算啊。技能是有三段，所以说是每段保一次不死。那我完全明白了，我先开第一次一技能，先保第一次不死，然后一招不慎啊。技能是有持续时间对吧？我爱探索大世界吧，这些很高深的话题不适合我。这灵宝箱就是灵宝箱，打到草人有宝箱，出大地也有宝箱。表面是这个心理图策划，我封你为宝箱仙人。那什么，求求人抓住我！你信不信这个也有宝箱？哎，伞兵，你不要打他们！哎呀，行了，这看不了后续了呀你。啊，伞兵，你爱来还是跑，我还想看后续。哼，这可好，燃起火来了，这猪还在跑，这不会变烤乳猪了。不是你，哎，怎么会有猪往火上跑？我的天，明知是火还往上跑，还把自己搞死了，这么会是猪啊！切，不过附近有丘丘人的话，应该还有他们的营地，可能还是有宝箱。哈哈，你看，给你们展示一首咸鱼的锁敌。哇操！好仙鸟，咱就是说丢人丢大了，咱们还是升一下等级吧。升等级突破得打这个什么新 boss， 好像是麒麟瑞兽还是什么，上去看看吧。还有就是那会儿给你们介绍这个咸鱼摔不死的时候啊，没介绍最后一段变成鸟的下路攻击，这个是我反复测试，这个鸟形态是真摔不死。来了，肚子空着，这次不算。行了，队友看不下去了，我也看不下去了。出草神，不是你们怎么就每人一只？行行行，这太过分了，诱惑我是吧？行，不就是刚出了十连一个咸鱼吗？这不能代表我接下来就出了纳西达吧？而且这咸鱼是第五抽出的，这证明我还垫了五抽，我直接十连再次拿下。啊，拿下佳明。对，其实这个十连主要是想抽这个佳明啊，和咸鱼打配合的。那么第二次十连我就要认真了。何日再见呢？哈，问题不大。啊，算了，第三次先定轨一下咸鱼砖，我主打一个玄学，三十抽，难道不能出？小草神吗？答案是能出。哈哈哈哈啊！原来是老天真的有 buff， 兄弟们。我爱了，我爱了，兄弟们，原始是一个老少皆宜的好游戏啊！好好，米哈游，不过你还是别让我外啊，小草神，
只要拿下了，我就所有神里面只差问题了。米哈游，看在我在做森林树的份上，让森林给我一些好运吧。初次见面，我已经关注你很久了。我叫纳西达，别看我像个孩子，我比任何一位大人都了解这个世界，所以我可以用我的知识换取你路上的见闻吗？完美啊，兄弟们，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哈哈哈！接下来不就是用纳西达探索沉鱼谷了吗？什么你们说专武，嗨，专武这个事儿啊，我有俩果盘，这个不能给纳西达和仙月一人一个先用着吗？不着急不着急，我先去打个怪体验一下，专武一会儿再说。你看这儿有个修修人，让我一级的纳西达去会会他。看你看这身鱼运气太好了，我刚下来他这个火把还亮着，然后下一秒下雨了，他火把就灭了，而且我是草身，天气都想跟我打配合，那就感受一下什么是草原河吧。你火灭了，你拿什么打我？我不明白。咱们还是探讨一下专武的事情啊。这个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这闲云那些大师都有了之后吧，专武不会歪了，就是说给谁都能用。这要是不下，感觉很遗憾啊。而且我还有这些，感觉也不是很困难，对吧？来，电脑足足有两抽，拿下！不行，不行，这个地方不是很玄学。这个我要去，粉丝给我的生日蛋糕好抽，哈哈哈哈，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了。太好看了，谢谢你们，开抽！咱只是说，咱还有后备隐藏能源。什么？咋了吧？开抽一抽？那看来要请创世绝境老祖了，198，绝对拿下！没关系，我算一算，只差30，直接30，然后这也不是上米哈游的勾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咱就是说我两个角色都有，你让我拿什么歪？开始70抽，看这美妙的景色，米哈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祝我生日快乐。两个悲伤的故事，现在是3个了，真是6个悲伤的故事了，哈哈哈！从心所爱，下去一个，森林说。